爸母啊，因为家庭暴力的关系，十一岁来离开这个世间。这件代志发生在我的好朋友阿关国小五年的时阵。阿关甲阿咪啊下课做伙耍，上课认真读册，是真好的朋友。伊五年的特别去上最后一摆考试，阿关甲阿咪啊约定要来比赛，看谁考得较好。考试结束，阿关赢阿咪啊两分。过中间一头请爷爷，阿咪啊出钱中午的来学校。阿关看到伊衫内底竟然有一寸搁一寸的乌青，伊一直甲阿咪啊解释咧，拢怪家己赢两分。阿咪啊安慰阿关讲，甲你无关系，逐摆考试也是无一百分，转去一定会给阿爸阿母拍个骂。这么侪年来，伊已经习惯啦。阿咪啊，对伊本来有一个阿兄真贤读册，不过第一摆发烧了后，不幸来过身去。剩阿咪啊甲阿爸阿母，阿爸阿母对阿咪啊读册的要求真悬。阿咪啊感觉安尼追求分数的日子实在是伤忝啊，伊无法度保证逐摆考试拢摕一百分。所以，伊选择伫学校跳楼自杀，结束伊十一岁的生命。一个十一岁的生命就安尼消失去，使人心酸不甘。两年过去啊，我的好朋友阿关也是真自责。若阵讲迄个时阵莫赢阿咪啊两分，若阵讲迄个时阵鼓励阿咪啊讨救兵，是毋是一切就会无？这是一件家庭暴力的悲剧。去年新闻报道，台湾每一点钟就会增加一名受苦的囡仔。阮袂当讲目睭金金看到家庭暴力的问题，一层搁一层继续发生落去。我是认为生命无价，面对家庭暴力，停、告、行就对了。第一，停，停止流目屎，停止行行，停止多撇问题，习惯是唔对的，莫搁心内啊。第二，讲，讲出来，甲同学讲，甲老师讲，还是卡一一三，甲家暴防治中心讲，找人出来斗相共，这绝对唔是见效的代志。第三，行，行出来。夹出心中的阴影，千万唔通惊着路伤害家己。爱爱惜宝贵的性命，我想要甲所有的大人讲，家是一个遮风遮雨的所在，请予每一个囡仔会当唔免惊吓，健康大汉，莫卡袂着着骂着拍，一百分袂当代表一切，读好册，准到做别项嘛袂歹。上面讲，一支草，一点露，行行都会当出状元。停止家庭暴力，社会充满爱，大家做伙好。